大学的时候很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心里就很不想上班，我就觉得我是草莓族，就懒惰而已。那我又觉得我不能都没有试过就这样子下结论，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去上班，结果就非常惨。从小就会很喜欢自己关在家里，然后做自己的事情，就是一些手做的东西，所以一直都觉得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。最喜欢考古的原因是因为你在做的时候，你的双手永远接触的作品，然后它会反映你当下的心境，然后我觉得会是一种记录。然后对我来说，考古也是自由度比较高的那一台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把我自己画的一些小图案放在陶器上，或是把它做成手机壳，或是包包一些其他周边商品。其实我常常都是就是很随手画的，都是平常比如说做事做到一半，我就会很无聊待在纸上面乱画这样。比如说要做新商品陶器上面的图案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找那些废纸，然后找一些我以前乱画的图案。原本想说只是因为之前乱画刚好有喜欢的，所以我就拿来用，然后后来我想说不行，我应该要认真一点，就是有一个时间要拿来创作，拿来想一些认真的图案。但我发现我好像想不出来，就我习惯的创作方式就是随手乱画这样。我是什么样软弱，因为他们的主题是关于女孩创业什么的，然后里面就会真的写得很好，然后把我写得很勇敢的样子，好像都没有后顾之忧的感觉。我其实是一个超软弱的人，然后其实我一路都很害怕，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紧张，就很怕自己搞砸。我长得很慢的样子，但是其实个性很急，然后会很想要每件事情都非常完美的。在市集上会很常有客人问我说这个器皿可以装什么，可以装什么，但我就其实觉得什么都不要装就也很好，就因为其实有图案的东西就是你装了也是遮住，然后其实它就是家里一个摆饰。然后在评口上面我得到最多的回馈就是大家会觉得看到 Noi Noi 的陶器很疗愈，就是所以很多人是把它摆在家里，然后每天看的，然后心情会很好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